Hello， 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香香。从万人迷到全网黑，肖战路人口碑的崩塌似乎来得猝不及防。以一篇人文 OOC 的同人文为由头，从2月27日开始的胡硝烟战争逐渐演变成了全网都瞩目的大事件。和其他媒体不同，这一次香香想与大家一起探讨一下，抛开悲观消极的方面，在这次混战中，事件双方和我们可以收获到什么？肖战要胡的言论在这一周时间里一度堪嚣尘上，勾起一众粉丝的恐慌，而同人圈子在此事行动中遭受到的打击亦同样非同小可，值得大家予以重视。这场战役里似乎没有赢家，肖战在近半年来着实算得上是比较引人注目的圈内顶流，一部《陈情令》助推他收获万千少女粉丝，只是在顶流的位置收获高人气高热度的情况下也会带来高风险，一旦口碑崩塌，那么就如同雪崩一样引发无数人的争议。这一次事件肖战受到的非议并不算少，从眼前的情况来看，这次突如其来的意外事件足以对他的事业造成很大的打击，代言被撤，口碑受损是一件非常致命的事情。仅凭《陈情令》一部作品显然撑不起他后期的转型，成也粉丝败也粉丝，此时他的心里估计也是五味杂陈。而这次发起总攻的同人圈子一方呢，其实情况也没好到哪去，多个小众平台被严管受牵连，一众写手被迫弃笔，可以说事件发生后一时间圈内人心惶惶，不复过往的繁荣。这是一场看起来很像两败俱伤的战役，这件事情难道就是一个不可解的死局吗？其实不然，细细了解这件事情，大家或许可以从表面的先闹下看到更加本质的东西。说白了，这件事情已经闹得那么大，那么我们与其死抓对方过错，死咬过去的往事，不如来看看从这件事情中大家能得到什么。不得不说，这件事件对于各个圈子来说是真正有力的一次肃清行为。从明星肖战一方来看，其实这次奇袭或许不完全算是坏事。为什么这么说呢？我们继续把目光聚焦到粉丝群体身上来。无可否认的是，在这次事件中，肖战粉丝里确实存在着一些毒唯和脑残粉。我们不反对符合三观的一些追星行为，但如果一味的不理智的追星，以致损害到别人的利益，那么这些粉丝理应受到谴责。很多顶流的堕落其实都和粉丝不理智的行为有关，粉丝一味护宅反而容易引起路人的反感，既和损耗明星本人的口碑。在这件事情之后，别的不说，肖战粉丝群体的质量应该可以得到提高。抛开一些行为幼稚的粉丝，离开一批不太忠诚的粉丝，留下来一群踏踏实实的理智粉，这无疑是一件好事。通过粉丝筛选后，他其实已经早于同龄艺人拥有一批死忠粉，拥有了一批见识过大世面的高质量的粉丝，这对于他今后更踏实地走好娱乐圈的路显然是有利的。打个比方，顶流身份就如同一个炸弹，随时可能引爆，而肖战的幸运之处就在于本次引爆的重点其实并不是由他本身的问题引出的，和其他明星人设崩塌继而造成的舆论不同，这件事情归根结底其实是粉丝惹出来的事端。当然我们在这里并不是完全不谈明星在粉丝群体中的引导作用，而是从另一个比较客观的方面来讨论他后期翻身的关键点。在这件事情之后，他的经纪团队和公关力量相对已经接受过一番锤炼，什么该说什么不可说，后期的他们一定也会有更多的谨慎。而更加重要的是，也是最核心的，便是肖战本人也应该从这次风波里完成一次彻彻底底的蜕变。经历过风雨，看过顶峰也到过低谷的人，其实才更有可能在这个竞争激烈的圈子里存活下来。从迷茫的流量派转身，他才可能真正摸进演技派的殿堂。说到底，爱豆们打破头想钻进演员行列，不就是为了这个饭碗可以吃得更久，这种走红可以持续的更久吗？这次之后，肖战的胡或许不是大家以为的胡，而是暂避锋芒的积淀期。唱衰肖战没必要，
他只是在准备下一份送给粉丝和自己的惊喜罢了。而同人圈虽说频受打击，一度被重创，但一个更加核心的东西却因此得以浮在了面上。为什么同人圈热闹却是小众？其实很多人心里都明白，实在是其中不可放的在明面上的东西太多了。用别人名字会不会牵扯到授权问题？人物 OOC 会否被秋后算账？再者，不易被世俗接纳的性取向该如何表达呢？这些问题其实都是写文的作者和看文的读者心中的隐患。借此机会，有人高举创作自由的旗帜，真正让大众听到了他们的声音，影响力如此大，受关注面如此广，这次的事件或许是瓶颈期的同人创作的突破点。阴差阳错下，大家完成了过去没有做到的一件事情，迎来了不一样的转机。而对于我们这些路人来说，这件事情其实也是有好处的。多少人厌恶粉圈的不良风气已久，却苦于无人肃整，多少找不到机会光明正大地喊出了文学自由，这一次机会来了。借着这场风波，我们希望看到更高层面的反馈，期待这些闹剧成为盛世的抛砖引玉之物。粉圈和同人圈从来不是注定的水火不容，所有不妨碍他人正大光明的喜好都应该被包容，所有为爱发电的人都是可爱的化身。我们期待这一场风波后能换来一个双方共赢的繁华盛世。好了，你们喜欢这个视频的话，欢迎点赞转发，让更多人能看到。我们下期再见。